麦克唐纳。今天福建身穿白色球衣，麦克唐纳非常的有经验。这是上个赛季的一个数据，上个赛季福建的胜率是刚刚过半，17胜15负，被抢断。看一下麦迪，好的。杨哥，你呢也是刚刚从福建回到了青岛，之前呢在福建是效力了5个赛季，现在在内线是青岛的一个支柱，漂亮。防守现在补防需要注意一下，因为福建队冲得非常凶，基本上是。刚才这个镜头，你就可以看到王治林在身体对抗上力量会稍微差。嗯。双方开场都是打得非常坚决，非常狠。外线出手，漂亮。这麦克唐纳能里能外。麦克唐纳上个赛季他是内线打得更多一些，嗯，但他外线的能力也是非常强。这边回敬一个远投，但没有投进。比赛打到现在呢，我们看到麦迪在场上更多的还是起到一个组织者的作用。青岛的主帅姜正秀来自韩国。福建今年也换了主帅了，换的是这个包德文，来自这个约旦。嗯，他身上带过约旦国家队，嗯，实际上这也是个美国教练。对，包德文呢，在主要是亚锦赛，当时带领约旦打进决赛了。是一个智慧非常多的教练，临场应变非常好。麦迪，这外线很好的机会没有投中。这个赛季呢，就是 CB 联赛对于这个赛区的管理也是要求非常高，非常的细，所以每一场比赛都会有好球。就是麦克唐纳直塞球交给内线的王哲林。青岛在内线除了从福建回归的杨格林之外呢，还有薛逸阳，不，薛逸阳呢今天没有首发。对，杨格林也是手下这个下手非常狠。上个赛季这两个人是队友，但是王哲林上个赛季没有打，对，就是他们俩没有正式的交手过，在一块儿据说打过一些邀请赛，对，得的 CBA 第一分，嗯，那么第一个跳球成功了是吧？那么第一次接球也造杀伤对方犯规了，位置也走得很好，所以王哲林我觉得他起步非常好。王哲林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年轻队员。他今天呢，看来不光光是要打，就是国内的这东西，最关键是防守见长的吴本家。对，等会儿上场之后对他是考验。没错。好球，这右侧远投三分。开场打的还比较焦灼。王刚，青岛的王刚、赵永刚呢，在外线都还是有一定的能力。我们这第二个。力量大了一点，对，一次中投没中，但他的位置分散还是很好。福建的后卫呢，罗毅婷呢是来自这个中国香港，香港球员的这个特点呢也是非常快，这个和福建以往的风格是相吻合，有点李学林的那种风格，对，非常的快，传球非常的这个刁。其实对福建来讲，麦迪被打啊，看今天麦迪更多的时候选择传球，压住内线，麦迪不急于攻，这可能也是麦迪想让队友体验他说的那句话，就是不要过度的依赖他。嗯，的确是他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攻击型的选手。对，青岛反超比分，这是一个明显进攻犯规，进攻犯规就是。胳膊肘抬高了，而且是冲着对方的这个头部去了。
只要是台肘是必定犯规，这在国际篮联目前 NBA CBA 这个尺度和规格都是一样的，非常严格。新赛季我们 CBA 也是一样，对手部的动作是严格管理。又是外线机会啊，开场打的还是比较焦灼，双方走的都是盯人。麦克唐纳，麦克唐纳现在是福建的主打，七分了。麦克唐纳啊，麦迪持球，这个球还是传。麦迪今天变得开场非常的无私啊，已经助攻多次了。险些断掉，该投了。哎呦，这球干扰球。两分有效干扰球，先投一三不沾，然后篮下抢到，啊，已经过最高点了。从这个看，麦迪的起跳还是保持了他原来那个弹速，非常快。麦迪在这场比赛之前呢，他是发了一个微博 It's almost time、我们看到还有王哲林的微博。福建队现在防守呢，不要就是说麦迪一拿球大家注意力都在他身上、关键还是要防好自己的人，不要让自己的人就是你注意力一转头自己人一个背切，这种球呢打了很多。是，现在麦迪啊，从开场来看，主要是起到牵制防守、盘活全队助攻的角色。六分钟，麦迪虽然一分没得，但是麦迪有几次助攻是非常好。对，现在成为全队的一个发动机。其实我们刚才常说，本赛季外援最大的亮点，一个是麦迪，一个是阿里纳斯。阿里纳斯昨天未完成比赛，所以今天的麦迪的比赛呢可能会吸引很多人的关注。对，而且从知名度，从在 NBA 当中曾经取得的成绩地位来看，麦迪无疑是 number one。 而且麦迪的这种打法呢，一看是他也没急着上来，就是像上个赛季有些外援那样抢分，是吧？更多的呢他是来用他的经验组织，是来调动队友得分。这个也正如刚才徐指导说的一样，这个麦迪啊是准备来打长攻的。看看，麦迪，哎呦，漂亮！我刚说了，就是说那句话，就是说他应该进攻了，是吧？这话还没说出来，麦迪已经是进入他的模式。因为像麦迪这样的队员呢，他需要有一个适应，他经验非常丰富。他先跑六分钟，是吧？基本上熟悉这个场地，熟悉这个强度之后，那么然后再投入进攻，这可能也是吸取了昨天阿里纳斯的这个经验。这时候不能太兴奋。麦迪刚才一个招牌式的投篮，而且弹跳依然还在，手感依然还在，就是 CBA 当中麦迪得到的攻进的第一个球，18-13，第一次出手就命中，好球。这是攻得很坚决。目前呢，无论是上平还是杨明林在场上呢，都是身高啊，包括控制的面积都和王哲林还是有一定差距。对，而且王哲林他最好的一点，他是他这么大个子吧，他的这个跑位非常的积极，而且跑位非常的聪明。王哲林场上中锋就是要靠后卫、靠篮板球来生存的，所以位置对他来说，位置感对他来说是首先要建立的概念。对，另外王哲林他的脚步一直是被球迷所看好。他是一个大个子，但是小幅度，是吧？就是大个子小脚步，这样呢，他的这个动作的幅度和速率呢，就是幅度小，速率快，往往呢让一些欧美的中锋啊，就是以前在打比赛的时候不适应他这种打。
又抢一个前场篮板球，攻进。青岛队的篮板必须得这个百倍这个注意，百倍警惕。嗯，朱启新，现在朱启新是负责盯防麦迪。嗯。啊，跟的还是比较紧，朱启新。篮下，好球。球，小碎球打的还是挺漂亮。嗯。麦迪也没有强攻，是吧？麦迪也是。现在看来，青岛队这一段合练不错，就是麦迪来的时间不短了，应该是。嗯。跟大家跟他的特点还是比较熟悉。嗯。也就是说，麦迪呢更快地融入到青岛的战术体系，已经开始产生一些化学反应。我们看到这场比赛，麦迪打得很聪明。麦迪到篮下，这几步突破依然我们能够看到当年的一些身影，但是速度还是稍微慢了点啊。但是不能苛求了，33岁的麦迪了，大家看。长途到篮下，对，王振林上来协防。王振林的麦迪的第一次突破是造成。王哲林的犯规，王哲林协防也是速度够快，只是身体控制的还是有点问题。他如果去封那个角度，而不是冲着人去，这就是王哲林在比赛中需要去增加的经验，特别是他的防守。嗯，所以有时候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回想这个夏天的这个奥运会，说大家说没带王哲林去是个遗憾，是吧？但当时呢，没带他去的这个考虑的一些原因之一，也是说，他目前的防守经验还是。太少了，嗯，因为王哲林呢给人的印象啊有点这个一夜成名，是吧？王哲林21-19，青岛队呢就是说在无论是麦迪控球的时候还是麦迪得分的时候，那么他都能够就是保持微弱的领先，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难得。就是也就是说换句话说，王这个麦迪在场上的效率打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高的。嗯，朱启新形影不离，那就有点玩了就。啊，杨格林拿球，背身单打，哎，这个进攻犯规，